这条街就叫忠烈街，里面住着忠烈街最狠的女人。最狠的女人？对，她在北京放弃了工作，回来做一个赚不到钱的图书馆。哇哦！然后这个图书馆叫三克岛。What the？Hello，Hello，小岛，欢迎进入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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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好，你好，勤奋，勤奋，你好，你好，静姐，你的朋友，对，在这个地方开个图书馆，对啊，是不是很难找啊？就是因为难找，所以想来的人一定会找得到的。对，来，我不需要那么多人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对。